老母老爸呢，生计是阿啥子？阿爹对我是真疼惜，伊也唔过看袂习惯阮阿爹的做法。伫咧城中的所在，时常伫咧刁人变色，所以我甲意见非常的袂合。今仔来外面的所在游山玩水，解决新闻，叫人来去就死个好。在讲啥？我拿这两条不一样，我先救人要紧，现在是必好，带回家来。